我的蝙蝠侠怎么能没有一个高级装备呢？这是来自乐立方的新品蝙蝠侠系列立体拼图，这套是 DC 华纳正版授权，全套有四款，分别是1989蝙蝠车、1989蝙蝠翼、探照灯和韦恩庄园。我入手的这款就是蝙蝠翼，它的原型是1989年蝙蝠侠电影中的蝙蝠飞机，整体设计还原了哥特式风格，搭配悬空支架设计，大气又炫酷。乐立方依旧延续了它的免工具拼装模式，操作起来很顺手。由于这款相较于我之前拼过的场景类片数比较多，感觉难度有所提升，还是很有挑战性的。喜欢自己动手拼装和喜欢蝙蝠侠的小伙伴们可以冲起来啦！